见那个 X 战队了啊、哦！对，哎呀，不知道是谁呢，毕哥，期待吗？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X 神秘的 X， 你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觉得都可以耶，只要是 X， 然后未知的，我觉得跟我们合作肯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呀，对不对？你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我希望一男一女吧。哦，因为正好我们也是一男一女。嗯，最要紧我们怎么选歌。对哦，选歌，所以我脑筋里面想了很多，哎，但是不知道我们的 X 到底是如何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。那我们等会儿要唱什么歌呢？如果我们四个人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哎。这样才是这个节目的迷人之处。连我们都不知道，观众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你上次有没有很多粉丝啊？我们唱完啊，有什么支持你的话、啊、还是不支持你的、啊、还是要我们改善啊，说我们的合作如何啊什么。哦，我自己的粉丝那他可能是还是会支持我，但是我也看到了蛮多就是觉得我不太好的那种评价。会吗？就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对 B 哥造成影响，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呢。啊，我没什么影响，因为现在我们是一组嘛。对，然后我就当时我看了第一期，然后我是看那个开弹幕，然后看了一下，就是他们就说我会对你有点不尊重，说我居然不按下去那些的。哦，那个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唱一首好歌，你听好听吗？好了就是好的，其他的就已经是枝节的问题。但是我知道这个歌已经红到去韩国，原来你韩国很多粉丝的。啊，然后香港我很多朋友也问到啊，冯提莫是谁呀、啊？他怎么样啊？那我都代表你啊，冯提莫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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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代表你答了一些问题，因为我知道比较多了。那个不好的，我觉得我是报喜不报忧的，开心我们有好的音乐可以交到朋友，以音乐会友。啊，我觉得已经很够了，很开心，就是我们赚到的，但是还是会有人不喜欢的，所以做你自己的，尽力而做，对得起自己。